不懂就问。内蒙的朋友搬家都是用这个的吗？内蒙真没开玩笑，真骑马上班。爱我就陪我去旅行，道德绑架第一名，哈哈。这说，我感觉像我这种腿短的不太适合骑马，因为一旦马跑起快起来，我的腿不够高站不起来，那马鞍一直打我屁股蛋子，老疼了。已经慢慢可以体会到古代别人遇到蒙古铁骑的时候的感觉了啊，这多吓人呢！来内蒙一定要骑马，而且一定要挑一挑烈马，而且这边风景也非常好。大家赶紧来，不然又得等明年了。信我，我走南闯北那么久，从来没骗过大家。那边那个叫什么效应来着？丁什么效应？果然好看的全部都在路上，不在景区里。以后我在草原生活的模板已经找到了啊，太阳、月亮，整一片草原都是自己。还有那个他，从西陵出来了之后就没吃过一个正宗的蒙餐。各种踩坑，到哪里吃，吃着吃着都吃上东北菜了。今天特意到了海拉尔，去了一个本地人都去的店，韭菜酱。哎，好吃呀，这个。就，你如果不嫌弃它的外貌，挺好吃的。这个手抓肉肥而不腻，带点这个油脂的，然后带点瘦肉吃，巨好吃。很少能看到比我脸还大的肉是什么样子的，还是可以，但是没有到抽耳光不放手的那种。我刚才在这里沾了那个韭花酱，沾了之后还不腻。这个只需要188，你看是。